东汉末年，群雄割据，天下大乱。主公，快醒醒啊！我乃江东小霸王。看什么看？我可是很火辣的。我乃江东小霸王。江东小霸王，请触摸屏幕左边的摇杆进行移动。主公，你真的好厉害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人。果然有敌兵在埋伏，快使用普通攻击干掉他们。主公，这才开始，后面还有一大波敌人等着。前面的敌兵有点多，试试用技能来消灭他们吧。虚我一拳，飞一会儿，全军突击。群蝼蚁，要杀光你们！施我一拳，小心！使用闪避技能，可以躲避 BOSS 的致命攻击。飞一会儿。请主公继续进行下一个任务。盘龙台可以招募各种三国名将。我先休息会儿。运气不错，恭喜获得了一个。拖拽武将到指定位置，可以操作。点击关卡，准备开始新的战斗吧。我乃江东小霸王。还有谁要来送死？施我一拳！BOSS现在处于虚弱状态，上去狠狠地揍他吧。
点击关卡，准备开始新的战斗吧。让拳头飞一会儿。点击头像，可以切换武将，操控不同的武将进行战斗。升级后的武将会变得更加强大哦。战斗已经结束，通关关。点击自动战斗，可以更加舒适的体验游戏哦。吃我一拳！吃我一拳！飞一会儿。